嗨，哈亚里，喽，嘿嘿，给520快乐。谢谢嗯你。这啥花呀？白玫瑰吗？啊？白玫瑰。白玫瑰？啊。白玫瑰还染色了，这是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啊？你看这多好，多清新。嗯，对，很配我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你知道白玫瑰代表什么吗？代表纯洁。哎呀，我天哪！嗯，你说。代表爱情，纯洁。这啥？这是你，这是穆婉莹，这是我，咱们三个手牵着手嘛，一家人嘛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你画的，太像了。看，亚梨520快乐，我爱你。520不是应该买红玫瑰吗？你能给他们一样吗？你是独一无二的，所以说咱要白玫瑰。嗯，好，谢谢你。你看这个这样的玫瑰比那个红玫瑰看着清凉是吧？就已经给人感觉就不一样。独一无二的鲜花配独一无二的你，来，还有一个小礼物。哎呦我天哪，这么多礼物呀！啊、嗯，真好。我还给你一个浪漫的情人节。不会是戒指吧？哎，我有那么俗吗？又不没到结婚的时候。挺俗的。送什么戒指？哎呦我天哪！看没看见？这个是个小老虎，你知道为什么要送个小老虎吗？嗯、它这个。头上面是不是有个王？嗯，因为你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女王，嗯、永远是女王。真的假的你？真的？那我给你戴上来。不用。不行。不戴。戴。我留着。戴。保留着。嗯，我先给你。那不行。珍藏着。今天先戴。珍藏着。嗯，不行。戴什么戴？这有一个。嗯、有一个心，那不管。这是我用心给你挑的。这个挺贵的吧？不贵，15块钱一条，啊，15一条，嗯，来，来，哎呀妈，哎反了，嗯，反了吗？好像是，你看看，反了，反了，啊，嗯，哎妈，笨死了，天哪，嗯，来，从来没给人戴过，没有，你第一个，哎，哎，头发，嗯，会系吗？会，我看看，行，特别好，特别。配你的气质，符合你的气质，喜欢吗？喜欢。行。嗯，好。哎，咱一会儿去接穆婉莹吧，快到点了。行，这样式的，咱接完孩子以后，咱们出去吃点饭。行，我也给你准备了个小礼物。什么礼物？就是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的礼物，但是意义挺好的。嗯、行。嗯。不管你送什么礼物，我都喜欢。行，拆吧。在哪？在这。哎，你妈呀！怎么还给他系着安全带啊？这是，这啥呀？保证他的安全吗？这什么？我靠！刚才如果对你说的话，我这什么圆不墩墩的？这是什么？希望与你再无瓜葛，啥意思啊？啊？啥意思啊？就是字面意思。就是没有瓜葛，你要跟我分手啊？这是什么？理解。摸着像西瓜。这是西瓜。哎呀妈呀！你给我买个大西瓜。你不是爱吃西瓜吗？啊、你不是最爱吃西瓜了吗？哎呀的妈！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希望是你，牵挂是你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坏呢？你。我怎么那么坏了？你妈呀！啊。那边是，哎呀，行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太棒了，好吗？太好了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啊、太感谢了。这两句话你随便挑吧。我肯定挑这个呀！哎呀，你给我整的这个，给我吓一跳，太好了。喜欢？嗯。啊。抱一下。哎呀。啊、好，走。去接孩子。接孩子，太开心了。上车。好。你今天想吃什么？好的。咱今天要上外边去吃饭。真的，真的，开心的，真的好美呀、啊！你这那个，哎，还有拜拜，哎，你今天想吃什么？想吃什么？随便你挑，好不好？嗯，今天你做主哈。咱去他家吃吧，咱们去商场了，今天肯定人多。嗯，行行，上哪都行。好的，好。想吃啥？随便点哈。哎呦我天哪！嗯，3个吗？行，有没有腰子？腰子有，小腰5个一把。啊，那个行，来5个小腰子。
以茶代酒吧，好不好？来，干杯。你还想吃？再干杯再吃。干杯，节日快乐啊！啊，哎，太好了，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。哎，你的手，没事儿。我希望每年的五二零都是咱们三个一起过，啊。你不上厕所吗？你不上厕所洗洗手去吧。啊？你上那厕所？洗过再洗一次呗。啊，去吧。因为当着孩子的面，我还不能说情话，是吧？今天，情话吗？哎呦我天，你可留着你那点墨水吧，你说多了都是废话。当着孩子的面，我还不可能说一些肉麻的话，对吧？然后我就简单的就说两句，往后余生，我希望咱们爷仨，不对，是那个咱们娘，也不是娘仨，就是咱们三个孩子，咱们三个。共度余生，我希望咱们好好的过一辈子，行不行？看情况，看表现。好，来干一个哈，以茶代酒。先用这个盛吧。行。吃饱了？吃饱了。你不吃了？我不吃了，撑得慌。对呀，你看你点这么多。没事儿。打包吧。行。现在这打着包哈，我去把账结了。我去。咱去看电影去吧，也吃晚饭了。不去了吧，今天肯定哪人都多。等那个哪天，不过节人少的时候咱再去呗。那吃晚饭吃晚饭这么早，也浪漫浪漫呀。浪漫啥呀？花钱浪漫呗。不去，走吧，回家吧。哎，那我给孩子去买个礼物去。买啥礼物呀？买个他喜欢的。今天要是五二零，你都有礼物，孩子也得有礼物啊。你买个棒棒糖行了。哎呀，不行。好吧。要不咱上超市吧，然后你想要什么？媳妇儿你挑好不好？要一个就行了。拿两个吧。拿那么多干什么？回去玩两天就扔了。要一个就行。给你买这个礼物喜欢吗？喜欢。哥哥，哎呀，不用谢，应该的。今天节日，你还给我和我妈妈买了礼物。妈妈，小雅哥哥太爱我们了。爱你就好。对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是吧？那我先走。你先走，你等会儿呗。不待了，你这个人有的太扫兴了。你我咋了？不去看个电影啥的。浪漫浪漫吗？看啥电影啊？看电影都是小年轻干的事。我也不老啊，我多年轻啊！下次吧，有机会再。行。过节的话人太多了。行，那我先走。先走。先走了哈。拜拜。拜拜拜拜。今天谢谢您陪我们过节。哎呀，以后每个节日都陪你过。谢谢您哈。不用客气。好，拜拜。到家告我一声啊。好，行，好，拜拜。让我如痴如醉，你的美。爱火不断在加倍，我说嘿宝贝，我的宝贝，今夜要不要来一场约会，由我买单为你消费，让我们一起干一杯，我说嘿宝贝，我的宝贝，你就像一朵盛开的玫瑰，迷人的香味入我心扉，我今生愿做你的裙下鬼。